厨厨房跟烧烤你就吃了吗？简单吧。我全中跟他起起来了，起码。好了，你看，你看。行不啦，行。白天来住这三房，咱不住呗？是吧？啊，那就是我们这个住的天海，那个爸爸住的天涯。嗯。天涯不是，阳凉。然后我们是天涯的那个。
是一天几千人都可吃啥的。开铺子，开铺的乐趣，但是也有开铺的压力。感觉这是我，我也天天开口做设计吧，天天不忘。嗯，你要出去干干去。嗯，好。你说我们年没到底多少呢？还有多少干？两百。好想玩雪。那你在西藏的时候你还玩不够？西藏不玩了。
你帮你装，你帮你装，你帮你装。Yeah.
之后我就在北京好像因为有上别走叫那个四十来没走是爱情好一点不是要三十三个还是咱们在参与参加那个三哦
是耍痛啊！